你那天跟我说的，所以我现在唱。最后一首。唱完就叫村长秋冲比较好下来。大哥，大哥。那个铁锤准备一下。大哥，这首再唱完你还不敲钟，我就削你了。不是。好，当然这就最后一首的《亲密爱人》，好，握住你们所有身边的亲密爱人。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。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这是再大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护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最喜欢的时分，谢谢你们一些人，谢谢，不管村长要不要。
敲钟还下来。